什么方面？嗯，这是怎么设置长度？设置长度啊，对，150，那个是设置，不是设置400，对吧？嗯，是吧？把这个不是180吗？是18，一直180。把这个来回拉的线放上，那咱就看一下这个数字。量一下是不是？就稍微长了一点，长点，长一点再调一下吧。那它可能有，那个看起来就不好播了，这个。那啥吧啊，要不你再放再缩短一点。放到170。放线位置要换吗？啊。放线位置要换。放那么长点位置，它都炸过之后要放远，它拉的远。放近那个，这个那个长点位置。加一个量一下。啊，这个正好哈。好，这个好。